小趣味大碟声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一期的大碟声。呀，本期来到大碟声接受访谈的是我台的主持人文杰，文杰了哈，文生了哈，大家人好，我又来了哈，明波狗狗，福气老老。按照了这个答案吼，遐好一撮遐点来好撮那啊，明白个主教啊，我发现我哩咪这意思吼。好，个只真也是算那比较黑个，我个只也看伊算作是大戏啊，就是那一顿有得帮伊有好在顾，然后两人个点就熟人，其实我来陪呢也是会有好运气，因为动脑嘛吼。叫那好到一个是假真包了陪我的时候，我就在等我，我等了天吼，也抛个是这答案。那这人生啊，就像烙烙饼，一面没熟，你再饿也不能急着吃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就算吃了不是也得回回锅吗？所以啊，有些事儿吧，就得靠日子熬明白了才知道怎么走，要是不清楚呢，就要以不变应万变。我就不记得啊，要记得帮我好做一家普通话的熟歌。嗯，是咪像比如当那个心急饿不了热豆腐啊，啊，以不变应万变啊，哈是。哎呀，那如果答案按照第一个左右啊，系啊，那如果那些答案其实有变把意思交代清楚，其实那按照那第几位表达那就如果贴切就能相懂。比如那啊，伊那男生就叫了落变变嘢，落变那就改换做落过。系了只句哒，心急食不了只豆腐之句啊。那有只句本来是有只句哒，切切错错，写句食不落。好，但是这些来塌低温呢？你卡灯，卡灯，至少卡灯。系，如果只个执就唔跌，因为只句熟都是学句嘛，落句嘅，所以就改改咗啦。切错写句就食不落，或者写个执就啊，至少就系啱了。而且话有人有透明水，啊，所以呢，到透明水加自己。落饼，落我做落滚，还是六只要姐呀？回屋呢，那就该大抓大回喽，哈，就得靠日子熬明白了，就该大抓大老实点，惊搞登搞，哈，六唔清楚个，我做汤不汤，哈，最后该只个遐，一不变应万变，就该我做少个只输点点。嗯，这些三克了改了，老再唔便宜个哇，乜情况改了了个哇？所以叫我这段文呢，就变到是这三个改的个，就变啦。这男生啊，就叫了落过便宜，一半半色，你都在困，老也不变价。起错写过就接不落，哈，那就算接落去，莫也得去回咯。所以呢，有错事，老是得惊搞登搞，这样才拿做你末。而且推不通啊，要如少个接输点点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那些听的都叫叠酒杯，怎么可能？是啊，这三年呢就会写叠酒了，叠酒杯这三年山东流哈，有几个哈啊，烧糕加速点点，还是这个是会写趣味啊？是啊，那头这烧糕哈，就形容那样，过起草加聪明，哈，老李是起草老杰，遐这个点点呢，就那就那老李是这五彩五彩，五彩五彩，所以呢，烧糕加速点点，老王哥也会先呼下这个梗。相信大家能老推脚的时候呢，应该也是要注意一点啦。要为这部脚呢整食不解哦。好啦，又到时间解过去，今次甲阮嘅聊天呢就先到这个。感谢大家小腿，记得起来做梦，那大家做梦，再会，再见，拜拜。